那我觉得我们做企业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痛点在那里呢，就是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呢，没有军师或者是没有人可以去开导或帮助我们，去指引我们一个方向。所以这三年我在这里，我很感受到就是 PAF 的这个整个关爱、整个互动、整个带领，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收获是最大的。就是当我在遇到巨大的挑战的时候，我来到这里我就找到了答案，甚至他会一步一步的教我们，就是说或者是带领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些整个公司的架构的问题啊，股东的这些问题啊，或者是这一些等等的各种在我们企业的路上会遇到的挑战。我在这里我觉得我都找到我要的这个答案，而且是甚至如果说那答案出自于我们本身，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认为已经最好，但是来到这里我们竟然还可以找到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，也是非常值钱，也是我觉得是我们企业家很需要的。因为毕竟我觉得 BF 这个对我最大的价值就是他手牵手的带着我们做企业的这老板，我们可以一起的前进跟成长。